G7，我现在要弄东西去 G7 微波欸。大量压缩机，大量。我就是买东西去音乐家买，然后要微波什么就去哈基家微波，去全家买东西。全家买东西，这很不划算。没错啊，全家买东西压7微波啊，这很不划算欸。欸，杰克你要来抓吗？有，我带。好，我抓。在楼下吗？怎么用？石板技能啊，在这池子里面。捕捉。你先 shift 点你想要换的方，你想要变成的方块。哼，先放地上是不是？例如你想要把这片草地变成泥土的话，你先 shift 点一下泥土。哦。嗯，然后再点地，再把点你想要换的地方。好，左键还是右键？右键。好，我回家。真的可以合成纸啦。我都已经种好，我都已经种好一大堆自然元素了，你就只用自然元素吧。没有，只是这刚试的时候有跑出来，要4个，不是3个。哇，这个工程师回不了家了，他把自己的地盘挖掉，然后自己在一个孤岛上面了，好可怜。哇，他自己回不了家了。来来来来，我帮你变白天。来，注意哦，时间又要变白天喽。那有没有直接变晚上的？可以啊。想要吗？哪一天我就开始任性，直接每天都晚上。我之后就用自动的那个一侦测到晚上，马上变白天。还不两个打起来吗？这白天怎么变得有点久啊？哦，白天了。哇，下集精华有80K 啊！啊？下集精华80K， 还好啦，80K 而已。是，还好。你要不要有办法把身上方块整组变成那个吗？花色直接改掉吗？只能一组一组换吧。好吧。你下去好了，你下去好了，不然你都不做事了，下去。Lucky。怎么再往下？掉。它是分解动作欸，是不是？看到了，有点卡，是怎么这边太卡了吗？我觉得有点卡，卡的有一点点。我是整个 FPS 都卡卡的，不知道什么。我的 FPS 是60啊，还可以，因为我是把它压在60。对，我是把它压在60。我不要让它太高，因为它再高，其实还以麦块来说还好。等一下，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工程师呢？我刚不是看他在这里吗？这个位置，他可能转生成史莱姆了吧？建筑师，你怎么收来的？有点厉害。好，这边工作没有夜市很痛苦欸。没有夜市很痛苦，真的没有东西吃。你今天换谁外带啦？夜市的东西不是你吗？你不是要买牛排回来？没有啊，不是我吧？你不是说买夜市牛排？没有啊，对啊，都等到几点都开台了还没来，对啊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那这样子开台没有吃饱不行欸。
对啊，杰克哦，哦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哦，哦。工程师快点做事！叫你做事还不做事，还在散步啊？觉得没人讲话没问题，马上让你觉得有人讲话。来来来来，来说谁没讲话？谁没讲话？谁？谁？快闪抽，快闪抽哈！快闪抽来！谁？好，我来说。我没讲话是不是？在逼你们讲话。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人讲话，来，来，哎，五个，来，有没有人在讲话？讲话啊！给我讲话哦，你们讲话啊，讲话啊，快啊，讲话啊，快哦，讲话哦，装备混搭不会有效果。七十八十八五八六八七，结束。别在讲话哦！你看你们这些人，平常的时候都不讲话，现在就一大堆人在讲话。那现在才讲话，跟杰克一样。怎么啦？都听关键字。当然啊，关键字比较好懂。恭喜恭喜！我们就抽三十秒哦，三十秒就关了哦。我这边是抽八十七个人抽奖，乘以抽奖就关掉了。好，关掉。恭喜这些八十七人。对啊，这样才可以杜绝那些那个抽奖仔。抽奖仔，短时间的抽奖，对啊，你看明明这么多人嘛，你们又不讲话，哎，这些人哦，以后他们就这样子啊，反正你们会抽，不讲话。还以后就说啊，他们就是不讲话，以后才会抽奖。对，不讲话，你们真不讲话，真不讲话，抽哦。要抽啦！其实有一个那个传都市传说，你在讲话的话，抽到几率比较高哦。真的？你们不常讲话，这样不行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工程师又去哪了啦？哎、欸，工程师，哎、欸，罢工了吧？工程师，你怎么又回去拿东西？你身上背包明明比我大很多，你一直跑回去拿。然后就跟你说，那个之前不是有出那什么铲子什么的？嗯，我不要这个铲子，我要最低级的铲子就好了。对啊，我那个什么木铲，然后哎、欸、不对，那时候是搞什么镐子吧？哎、欸，木镐、石镐、铁镐、钻镐，通通给他哦，他全部镐子丢仓库，拿木镐走掉。我整个哈，那想要木镐就好，你给我太高级，我不要。太高级了。画。哇，他说他自己比较帅，会不会再增加中奖几率？会，增加三倍哦！我跟你讲，哇，没抽到要怪他的哦。没抽到怪他自己哦。对他讲的哦。嗯，三倍啊，抽不到我也没办法、啊，对啊。哇，这磨的速度好快啊，快的不要不要的。嗯嗯嗯，都不要不要的，为什么有人被禁言？慢慢玩、啊。磨的你不要不要的，那不要不要的。尽量不要打注音文哦，对，因为有其他国家的人，你打注音文，有些人看不懂哦，尽量不要打。嗯、常讲话跟台主多多互动啊，这样台主才会记得你啊，嗯、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但是不要讲那个，你讲一次就被 ban 掉，那我也不会记得你哦。抽奖几率是零，零的三倍还是零？非洲人抽不到，非洲人抽不到，你就是要常抽啊！欧洲人是抽一次就抽到，非洲人你抽不到，你就要抽个十次啊！对啊，对，希望这是什么？我忘记那叫什么，想好再讲。我想一下哦。你还是安静吧、你想到了吗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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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就别人在 PPT 上的。信用卡准备好了没？对对对，那个。有没有信用卡？有，嗯，好。网络确定是通顺的吗？算了，删掉。有一点小累。方块按 U 看可不可以用？按什么 U？ 等一下，我先用完这个。UU。UU。UU。很多广告哦。你们都有接哦。欸，我用过，真的很好用。真假的？因为香港脚可以买悠悠药膏。是哦。香港脚并不好笑。等你发作你就知道了。没有啊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一个一个按啊。什么一个一个按，你在干嘛？等到发作了就没再看。我要换方块啊，转换方块。哦，他是范围换的啊。没有啊，我是要把那个方块变成另外一个图案的方块。哦。哦哟，干嘛？你有香港脚？不是啊，那你叫什么？没有，只是被猎神骚扰而已。那你就骚扰回去啊！对啊，我骚扰回去，他死掉了。哦，你怎么把人家弄死？哇，骚扰到人家死掉啊！哇，这个怎么骚扰的？够厉害吧？电话连扣啊，站在人家家楼下啊。哦，都摆蜡烛，摆蜡烛。你这样子很不尊敬我朋友。嗯，感谢，感谢小七。欸，布布跑掉了，哎呀，感谢布布的小七点，感谢。嗯嗯，我是说，我真的觉得他盖房子的速度变快了，欸，以前都没盖那么快。他可能心血来潮赶工。哦，工程师是不是外挂？他是 NPC 嘛，你管他怎么盖，他手比你长啊，你就嗯，可能他最近吞了，啊，可能吞噬了某个加速的生物之类的吧。人家就只是手比较长嘛，你在羡慕吗？他就是有那种本事啊。不，我不是羡慕，我是嫉妒。哦，好哦。Bot。嗯，工厂可以自动合成身上的东西。我掉一个生怪钟，我纸箱不够啊，等下再回去用。这是不是还愿啊？你觉得是就是啊，你觉得不是就不是啊。我没有说他是啊。心诚则灵。对，心不诚则不灵。嗯。轻则当日，重则七夜怪谈。嗯嗯，灯，你怎么了？重灯，我不知道。我看我墙壁有一个，我把它补满，它会变透明的。我把它拆掉一个，又变回来。嘿嘿嘿，奇怪的。他说，到底有没有盖上去呢？你猜猜看啊。哎呀，那个透明是直接可以透视到，我看到地下那所有矿物、矿坑的那边。哇。哦哦，你是不是开透视？哦，我有看到，因为刚进地图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破图，然后发现我家好像也有地下一个那种有草地啊、有树的那个环境。那个很容易遇到，我还没遇过哎。他家楼下有，我知道。嗯嗯，我家楼下也有遇过类似的。有钱人没花钱就可以解编，什么意思啊？花钱解编。那要花多一点欸。我这边是花一千美，你可以解编啊。哇，好滑哦。一千美啊。对啊。哎呀，被编了，你花一千美可以解编，要不要？好划算哦。解编之后讲一句话再把你编掉。下去坐坐。再花一千美。讲一句话丢一千美啊，好贵啊。等你下个月再来。耶，解编了就被编掉了。不用下个月啊，再花钱就可以了。啊，大哥买什么？买什么？要买什么？你
女儿红，买一千美，买几杯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这是后面的。哦，对，真的有这边呢 ，QQ 哦 ，QQ 哦，杰克那边可能也是一千美哦，对啊，还是杰克你的价格不一样，一千美啊，一千美刚好啊，合理公道价，对，公道价。我、哦、这里哦，这里大概也是，要不然就公道价嘛，一千美嘛啊。你喜欢我吗？你是谁啊？喜欢我吗？你是谁啊？看起来是不怎么喜欢呐、啊。你从哪来的哦？没有，一千比特币太贵了啦。太贵了啦、现在比特币多少啊？还有二三十吧。有这么多、哦？那一个比特币就好了啦。刚刚我的夜视闪了一下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夜视闪了一下。你的夜视什么了？警察来抓了吧？可能摊贩在推车子跑掉吧？是不是有违规摊贩啊？警察在跑了，警察来抓了。应该是摊贩，然后开始那个车子拖着跑了吗？闪了一下哦。我有点怕哎、欸，刚刚我进来之后我就读画面，然后哦，你在补新鞋啊，在乱盖东西啊。我的画面刚刚突然就是黑了一下，黑了一下，那个夜视突然不见，又有不见又有那种感觉。心诚则灵。你是不是要去接找一下何老师啊？何老师救我！在楼上哎，在楼上，在楼上，在楼上，三楼的，三楼的。Excuse me?